老杨到处说，欢迎继续订阅、转发我们节目、点赞、留言、打赏。对老杨私房茶，我们推荐的三款葡萄酒，有兴趣的朋友扫扫二维码了解一下，欢迎选购，谢谢理解和支持。很久没有老杨说故事了，今天来读一篇小林的小说的嗜好，很有意思。说的是腊月二十三小年，吉祥以几时，就是上午9点到11点。大兴山六子发响啊，土匪窝发响，崽子一年就有一次响，崽子的小土匪马币冲响，一种特有的土匪窝里面流行的货币叫马币啊，不是比特币。马币冲响，拿了马币，所有的姐们崽子们脸上泛出光彩，且进了年不斩再，不需要再惩罚兵丁。如有人触犯山规，允许用马币买醉，兜里的马币不够用，可以赊罪，下次犯绿条并罚或将功补过。这土匪窝的一个规矩，不是党纪国法啊，没有8项规定，但是土匪窝是有规矩。从小年到2月2，龙抬头，老山规照死就守。大清云山六子进了腊月就是年，过年上座的大掌柜邝清荣，到二把交椅军师秦勉，再到柴虎猛虎伏虎飞虎德虎五虎将，皆以兵丁杂役称兄道弟，过年没大没小，皆为庆年，皆吉祥如意。见面抱拳，笑脸相迎，勿以打骂。不像平日兵丁见到坐交椅的宅将，让路一旁，单魁跪拜，宰相经常置之不理，扬长而去，或骂骂咧咧，不给下等人好脸色，官气还很足。大清云山这个六子兵丁杂役早就盼着过年，一年就这么一个月，一年从腊月到二月二，龙抬头才像个人。怀里揣上了马币，这一年挣的响，能买军棍皮鞭，免皮肉之苦。大清云山没有一根鸡翅木，雕刻的马币用材全部从南方来带到了大清云山，独一份，所以呢，没有办法做假币。就是马币揣怀久了，乌骓马图案不清晰，山里能见到鸡翅木也认。当马币来兑现。腊月的22、23起，大清云山六子兵士不再供铺食，也不再在大铺单吃，粗粮杂面饼子、汤水瓜菜、少盐切油，改有汤食，大堂木条大桌一起吃，3顿白面馒头、白米粥、肉炖菜。兵丁宰子如果不值岗，能用马币去六子兵库响马开的铺子小卖部换点烧酒喝，过去3名小集市用马币买自家酿的土酒、下酒的花生米、腌鸡蛋、腌鸭蛋，还有腊肉小炒，有意思。过年嘛，兵丁宰子杂役马夫脸上挂着笑纹，恍惚活在梦里，恍恍惚感觉很不真实。平时山宅六子肃杀森严，等级分明，刀枪并变，刀枪鞭棍惩罚不牢，宅将跟宰子天上地下，兵丁杂役整天担惊受怕，没有一点点的安稳。保命的本能让每个人变得像地老鼠，挖孔洞就能活着，保住一条苦命也没有出路，上山当土匪，你说还有什么正科级副科级，没了。山宅的六子头把交椅更带，六子头把脚，头把交椅更带，老掌柜叫的牛静子告老归隐，让出了大座，留下一条家狗烧刀子，拎着梯子细软走了。哎，他财务自由了。新掌柜叫邝青山，坐上了寨主虎皮大座，兵丁渐渐感觉不一样，似乎有了奔头。眼前是胖莲发响，不挨骂，吃馒头肉炖菜，往后兴许能活个正常人，安安全全的回到老家去。但没成想，
民国五年腊月26，白面馒头肉炖菜才吃了3天，还没有解一年四季的嘴馋。六子里的兵丁杂役个个脸色青紫，呕吐不止，腹如刀绞，站不住人呢，纷纷的拉稀。急性的肠胃炎，邝兴瞻得到禀报，拔出斩咬刀，大怒，叫来后厨铺长邱满子，相当于炊事长。邱满子瞧见大掌柜手里没拿那杆3尺的长烟袋，拎着5尺长斩腰刀，吓得扑通跪地，汗水哗哗淌过脖根子，湿了青砖地，不停地哆嗦。邝青龙心情好的时候，愿意拿一杆长烟袋不点烟，就当个玩意儿。大掌柜在手里空，那就是要提刀拔枪。邱满子磕头出血，咣咣咣的磕。大掌柜白面魂五花肉出宅库时生的绿毛，俺以为没事，用井水洗滤过，就蒸馒头炖菜给弟兄们吃了。邝青龙年轻时走江湖是有名的快刀客，刀在手里无声腾起了杀气。邝青龙背对着邱满子问道，你知不知道大清银山过年弟兄们是天？邱满是磕头3响，咣咣的喊呢，颤抖地说，早前也见过粮草生育毛，只是这次更重了些，早先吃下也不碍事，今年本以为没事，不曾想弟兄们病倒7-8成，站岗摔跟头，上茅厕扶墙，俺知犯下了大罪，劳命啊大掌柜。邝青龙再问，兵丁食用了生绿毛的面粉纯肉，上厨房降餐用的是啥东西？就在这当官。邱满子见到一线生机忽然靠前，挤着笑脸说，您和将爷们餐用的全是新面鲜肉，1两1钱成面烂肉也木有，我心里有数，每顿饭盯得紧，不敢有点闪失。邝青龙点点头，回身下令，把库兵穿上的衣棉衣给绑了，把后厨铺长邱满子脱去棉衣，赤膊吊上旗杆。邝青龙气得脸色铁青，冷笑着说，邱满子，若将成面烂肉给上厨房降餐用，我是你愚蠢，可饶你这次。降餐不用，只给兵食，你居心不良，罪不可饶。拉出去叫一声能爬起铺的地官兵弟兄出来瞧瞧，谁让弟兄们没能过上好年。虎兵撕下了邱满子身上的棉衣朝外脱去，邱满子惊恐之中瞧见大掌柜慢慢从腰里拔出20响驳壳枪，还习惯用袖子擦了2下。邱满子知道距离大堂正门这几十米是自己活命最后的机会，拖出门槛吊上旗杆，龙叫虎鸣也没有人听得见。他开始没有命的大喊，大掌柜心明眼亮，难冤枉，成面烂肉本不想下锅，俺身不由己。邝青龙一摆手，令虎兵停手，你说怎么个事儿？邱满子脸珠子燕珠子砸在青砖地面，咬牙说，不说俺就见不到俺娘了，老鼠俺不仁不义，说出这本该烂在烂肚子里的话，那就是俺的同族表叔面露出宅库时候瞧见没烂，俺你库兵不知该咋办，放置一旁没敢入灶。这当口是三掌柜柴虎邱柴虎去到后厨说，三当家的说，三宅粮草吃紧，过年面肉只够旧酱餐，没面烂肉给丁丁崽子吃无妨，俺心里有个坎，却不敢违将令。原来不是他的主意，是三掌柜邱柴虎的将令。
邱财虎听见说到自己黑，从交椅上跳起来大骂邱瞒着这个瘪犊子，犯下重罪，临走还咬完一口：“你的孙子拉屎不上茅坑，朝同族表叔怀里拉。”邱财虎掏枪，被坐在身旁的军师二掌柜的秦勉一把按住。邝青龙问被捆绑带来的库兵：“听清楚了吗？后厨铺头说的可当真？”库兵跪下磕头说：“大掌柜，俺也不敢撒谎，邱铺头说的句句是真，无半句扯谎。山掌柜不发话，谁敢给弟兄吃没粮烂肉？借几个胆都不敢。”误了兵时，按三规是腰斩。邝青龙点点头，叹口气，叫虎兵把邱财虎拖去棉衣捆了。大清云山六子的教场上已经站了不少兵丁和杂役，多数人脸色灰暗，有崽子还时不时呕吐，撑着想看到底是谁给兵士下毒。只见山掌柜邱财虎被赤膊绑了，拖上大堂。教场上的人暗自惊叹，掌管钱粮的梁台官黑了心，寒风刺骨，邱财虎瑟瑟发抖，面如死灰。邝青龙一手拎着驳壳枪，一手提着斩妖刀，大步走出了正堂，叽叽喳喳的教场顿时鸦雀无声。军师秦勉与余下四虎将还有坐交椅的四个人，还有坐交椅其他的才将一同跪下，求大掌柜饶了山掌柜，快些穿上棉袄，晚了冻硬棒就缓不过来了。秦勉说：“三掌柜是大掌柜拜把子兄弟，救过您的命，兄不可冻死弟，受恩者不能不救恩人呢。”邝青龙哈哈大笑：“邱财虎是我兄弟救过我的命，但是你们想没想过，山寨兵丁哪一个不是我青龙的兄弟？邱财虎救我一次命，这些兄弟救我多少次命？没有大清云山众兄弟，我青龙早就被押去了省政府腰斩示众，没有兄弟们还有大清云山老宅吗？”嘿，兵丁杂役从没有听过这么暖心窝的话，吞分下泪，觉得这辈子跟着邝青龙真是值了。邝青龙厉声说：“将邱满之阁老气就库兵各打十个军棍，将邱财虎穿上棉衣拉到隘口。”兵丁杂役瞪上了大眼，拉到隘口，从前是腰斩，如今改枪崩。原以为赤膊示众，动半手就够意思了，没成想将三掌柜拉去隘口处决。教场上的兵丁杂役齐刷刷跪下，哭着恳求大掌柜误杀三掌柜，近年不伐兵丁，也不可斩将。邝青龙单腿跪下，眼里含泪说：“老三今天不杀不劫，哥哥对不起你了，有什么话留下？”邱财虎哽咽地说：“大哥啊，俺不该贪污马币，克扣兵饷，吃尽煤面烂肉，充以兵食。大哥保重，众兄弟对不住了。梁台官俺做的黑不是人，大哥财虎下辈子还做你兄弟，辅佐大哥上座。”邝青龙抹一把眼泪，一摆斩妖刀，虎兵把邱财虎拖到隘口。大清云山方圆几百里，浑江流域第一神枪手邝青龙左手一甩驳壳枪，邱财虎应声倒地，滚下山沟。欲听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老杨可以说，老杨到处说。